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14页，倒数第五行，科判根十一，助他成佛。啊，这里面有五愿。啊，下面48愿的第44愿，普等三昧愿，请看经文：我作佛时，设放佛刹，诸菩萨众闻我名已，戒习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，诸身宗持，诸三摩地，至于成佛。这是经文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又章中，从至于成佛，就是我们念的这一段。这一段是这个至于成佛之前啊，这一段表第44愿，普等三昧愿，定中以下表第45，定中供佛愿，从44以下诸愿，皆为别国以外，别国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以外的前面43愿是讲国内的，极乐世界国内的。那么最后的有5愿呢，是讲呢极乐世界以外的啊，他方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见闻无量寿经所得的殊胜法义，那在这里都给我们介绍出来了。我们看
第44，为文明得诸三昧，普等三昧，至于成佛之愿，待这即也。一，希慈说，水火相待。注曰：水火不相入啊，而相待起，又待者追也。据会书的意思，令闻名人即使得诸三昧啊，故言借息待得。这个待就是立刻，马上就能得到啊，不是说以后要多少天，不是的，闻名时候就得到啊，这个功德了，不可思议。宋译本里头，所有十方一切佛刹诸菩萨众，闻我名号，应时证得。极尽三摩地，其中应时证得，就是此地借习待得同样的意思。啊，闻名就得到啊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深深体会到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十方诸佛世界里面的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能得普等三昧，后面还说诸神宗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，名号功德利益真真不可思议啊。为什么不相信啊？这个不相信的原因就是有深厚的业障。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多长时间了，自己要明白了，无量劫生生世世脱不了轮回啊！这一生，如果我们遇不得这个法门，就脱离不了轮回。这个法门的殊胜，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一生永远脱离轮回了。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目的达到了。那佛陀教育在这个世界目的何在？佛为什么要设教？为什么要一生这么样勤苦来教学？啊，看佛陀的一生，开悟之后，依然是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居无定所，49年讲经教学，
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。为什么？一句话了，为了爱护众生啊，大慈大悲也，清净平等的大爱，一个目的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那苦有究竟苦，乐有究竟乐。啊，离究竟苦，永远没有再不会再受苦了，叫离究竟苦啊。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，究竟乐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换一句话说，帮助我们离究竟苦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得究竟乐。佛度众生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啊，十方众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依正状况，我们讲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，啊，正报是人事环境，医报就是物质环境。这个经上讲得太清楚了，真正是得究竟乐，脱离轮回，拔究竟苦。诸佛接引我们呢，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48愿加持给我们。48愿是为谁发的？为十法界诸佛刹土里面苦难众生。这个法门容易去，但是很难相信。黄念老在《进修捷要报恩谈》里头说得非常非常清楚明白。这本书你从头到尾能够看上10遍20遍，我相信你对于黄念祖老居士不可能没有感恩的心，他太慈悲了，太难得了，为我们讲得这么清楚，讲得这么明白啊，我们听真听懂了以后，对佛法、对经中丝毫怀疑都没有了。修学才能上轨道。啊，如果不真搞清楚、真搞明白，你还有疑惑存在，你这一生跟阿弥陀佛结个缘。你决定不能往生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来生来世还要搞六道。那六道里面，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待人接物？啊，如果是世俗自私自利、功高我慢，用这种心态待人，你就跟人结下冤仇了。冤仇结下来，往后生生世世无量劫中
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苦日子多，怎么过啊？所以希望同学真的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要断习，要生信啊！对佛有信心，这是真正敬佛、真诚恭敬；对佛没有信心，没把他瞧得起，认为佛不如别人。念老讲得很清楚，啊，这个世间很多外道，啊，包括一些气功，他也有一点小通，能帮助你。你哪里有疼痛，他给你念念咒，给你摸摸，你就好了。哦，你觉得这个佛菩萨比不上。你细心想想，他有没有本事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？有没有本事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？没有啊。啊，小的神通把戏就把你欺骗了，让你对心愿痴迷，无比殊胜的大法生轻慢心，这一生遇到了不能成就，这才冤枉。如果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万缘放下，记住海贤老和尚的一句话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，这是真的，其他的全是假的。不要说你一生、一百生、一千生、一万生、无量生，你也找不出出轮回的办法。为什么不相信啊？真可怜啊，业障怎么这么重啊？你要问我，我业障重怎么消除？老实念佛就消除了。啊，你看海贤老和尚，师父叫他一句佛号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那一年他20岁，我相信他不超过25岁，3年5年的时间得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就有条件往生了。你寿命到了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往生。佛的话真实，恳切，决定没有妄语，我们为什么不信？啊，这个世间还有许许多多牵肠挂肚的事情，那
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用错了心啊，抓住佛号就对了，自己决定成就。那你也能帮助别人建立信心，让他也能成就，你的功德就大了。那宋一本里面说的，所有十方一切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号，应时证得极尽三摩地。立刻就证，这是说菩萨众，不是我们凡夫。我们凡夫如果说是闻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深信发愿求生净土，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。这是我们这一号任务啊！啊，经常讲的，记住，那是菩萨。那不是凡夫，不是阿罗汉，是菩萨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清净者，所住之三昧，无染无著，故曰清净三昧。闻佛名号啊，清净心现前呢，因为弥陀还有个名号，在我们经体上叫清净平等觉。那闻这个名号，我们的心清净平等，觉而不迷。这个要知道，下莲公老居士汇集这部经，把佛的名号放在经体上，那大乘无量寿庄严果，清净平等觉因呢，修因正果，体里头因果具足。所住这三昧无染无著。什么叫染著？俗话说，放在心上就染著了。眼见色，喜欢，心里头有喜欢，就著了喜欢了。不喜欢，讨厌啊，也染著了。
啊，绝不是说讨厌负面的是染着，正面的不是，正面也是染着。啊，着是着相啊，染是不清净的，着是不平等了。你看，清净平等就不是没有了吗？清净平等才开智慧，有染有着，生烦恼不生智慧啊。啊，那我们再说回头来，怎样才无染无着？见色闻声，六根对六尘境界，鼻对香，舌对味，身对足，意对法，啊，都能做到不染着。我把话说明白说清楚，无论喜欢不喜欢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就没有染着了。放在心上就是染着。心里放什么呢？心里只放一尊阿弥陀佛，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这叫不染不着。阿弥陀佛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在心上，你的心被染着了，那就是你的信心不清净，你的愿心摇摇摆摆的，不牢靠啊！这样的心态念佛不能往生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下面念老又举慧疏来给我们说明，如慧疏也，极尽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禅定，无父无主啊，系缚是烦恼，好像绳索把你绑起来了，你动弹不得啊。极尽三摩地，没有人障碍你啊。没有执着啊，这两个字也就是染着的意思，前面讲的染着，你没有被污染，你没有执着，这极尽三摩地，有负有染，极尽就没有了，这叫清净啊。解脱呢，所住三昧，离一切系缚而得自在，故名解脱三昧。解脱是比喻啊，好像绳索捆绑你，世间人犯重罪的带的刑具，手镣脚铐，这都是系缚。
啊，所住的三昧没有这些习福啊，没有烦恼啊，没有染着啊，这就自在了。啊，那么这是一般修定，净宗比修定方便，因为修定三摩地确确实实是心里头没有染污，不受外面环境影响，很难做到。那念佛人呢，心里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放下，执着个阿弥陀佛，这个容易太多了。他有依靠啊，修定没依靠啊，所以他难了。那八万四千法门，通通是修定，由戒定慧入门啊，所以叫难行道。这个法门叫一心道，为什么？你有一个依靠，心里头别的东西放下，阿弥陀佛装进去啊，让你常常感到很踏实，所以才方便。这不能成佛，只能往生极乐世界。成佛呢，到往生极乐世界再修，换一个好环境，那个环境太好了，这些烦恼习气到那个环境去，不放下自然放下，妙就妙在此地啊。为什么他那个地方不用操一点心，衣食住行四衣已经在身上，四十吃的东西摆在面前了，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，贪心起不来啊。啊，也就是说物质资源太丰富了，用之不竭，取之不尽，是这么个环境。啊，没有一样不自在。啊，居住的房子，什么样子喜欢，他就现什么样子，现象。喜欢在空中，他就升空中；喜欢在地面，他就落在地面。无有一桩不称心如意。前面我们读过。啊，我们想供佛，我们有能力分身化身去供养，不想离开极乐世界呢，十方诸佛的时候撑到你面前让你供养啊，来接受你的供养。这个世界经上说得很清楚，十方诸佛刹土里的没有，只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。所以十方世界诸佛都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例外。为什么？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那他发这个大愿，十方诸佛有烦恼习气很重、度化很困难的众生，通通送到极乐世界来，他负责教化。啊，不是十方诸佛做不到，
二是阿弥陀佛已经做得很圆满了，十方诸佛看得很满意，行，你不比我差，好，我就把学生送给你。都得搞清楚，搞明白，真学佛，万缘放下，给大众相处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那功德是念佛，我们在随缘随喜当中，心里头的佛号不断了。这是功夫啊！啊，真正的法喜啊，法喜充满，要法缘，待一切众生受苦受难。啊，一直到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一世寿命到了，敬业成就了，佛带我们往生了，下面给我们解释解脱。有解脱者，所住三昧，离一切系缚而自在，名曰解脱三昧。啊，解脱也是从比喻说。啊，我们念解当动词用，把它解开。脱是脱离。啊，所住的三昧呀，离一切系缚。系缚，绳索捆绑你不自在。啊，必须把这些绳索系缚解开，摆脱，你就自在了。如慧疏曰：“直观无碍，故名解脱。”直观也是禅定啊，就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看破放下。观是看破，直是放下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向老人家请教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快速能提升境界，他老人家就告诉我，看得破放得下。啊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就是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两样都不是不容易啊。那到底从哪个先下手？众
生根性不相同。啊，执着重的人，从执先下手；分别重的人，从观下手。这个人根性不一样啊，观观照。这个观是达到究竟圆满了，啊，一般人观想，观相，想象，啊，到观照才会有用，照见无蕴皆空，物质跟精神的现象都看明白了，那无蕴色是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都是属于心理现象，精神现象全看透了啊，看透了是什么？空。换一句话说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存在啊，好像是有，就像做梦一样，梦中好像是真有，醒了之后，痕迹都找不到。这个时间就是这样的，事实真相摆在面前啊！你想一想，昨天在哪里？昨天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在什么地方？今天看昨天，不就是一场梦吗？你还能不醒过来吗？原来是假的，明天看今天不就等于今天看昨天吗？没有一法是真的，啊，所以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有为是有生有灭，哪一法没有生灭？刹那生灭，生灭的频率太高了，我们凡夫根本不知道真相，以为这现象都是真的，样样都是真的，谁知道是样样都是假的？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都不可得，宇宙的现象不可得，人生的现象也不可得，你以为有所得，全是在梦中，梦中我们醒过来之后就在梦中不可得，其实在梦中也不可得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现在科学家逐渐逐渐的跟佛经上所讲的这些相结合了，那对于佛法是越来越佩服了。我跟方东伟先生学习的时候，老师是把佛学是最高的哲学教给我的，
那现在我们这个60年过来了，佛教是最高的科学，所以我们总结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是什么？用现在人的说法，他确实是搞教育，他对一般人、普通人来说，普世教育，人人都应该学的。小乘、阿含、方等里面很多啊，讲伦理教育，讲道德教育，讲因果教育，这三种普世教育，宗门有所谓。向上一桌呢，佛教有向上一桌，向上一桌是就近的哲学，就近的科学，把科学哲学讲到究竟圆满，这是佛教啊。学无止境，世间人都相信了，在佛法里面说学有止境，不是无止境。什么地方是止境的？明心见性是止境。大道明心见性，它就圆满了。佛讲的，你好像是个圆，你只要碰到这个边，就圆满了，就达到了。84000法门，门门可以达到，无量法门也是门门都可以达到，有没有方法？有，方法就是真诚、恭敬。没有真诚恭敬，你入不了门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信是真诚，是恭敬。心得，你要见性，你必须心要跟性相应。啊，德行里面，第一德，真诚、恭敬。你只居住这两个条件，你就能够得到。你看古人老师选学生，他选什么？不是选那些聪明的、很伶俐的，那很可爱。他不是选这个，那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这就是真诚恭敬，老实人有真诚心，有恭敬心，啊，表现在外面，你能看得见的。这样的人听话、真干，他能开悟啊！啊，传给他的法很容易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哎。这学生就老实干了。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法师传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你看他就老老实实念了92年，叫不拐弯，
没改变，大成就了啊！他确确实实念到功夫成品，再上提升，事业心不乱；再向上提升，理业心不乱。他是见悟，他不是顿悟。六祖慧能大师是顿悟，我们相信闲公老和尚的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，20岁呢5年，我们相信不会超过5年，他得到了啊。那么从25岁再向上提升，得事业心不乱，等于阿罗汉的境界，应该在30多岁啊。得理业心不乱，我相信呢40岁左右，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像他人家所说的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就是不能讲，讲了会惹麻烦。师父嘱咐他的，明白了就是大彻大悟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。他守住老师的教诲，虽开悟了不说，有神通了不现神通，那偶尔必要的时候露一点点，解脱三昧啊，直观无碍，放下不妨碍，看破，看破不妨碍，放下解脱。由于念佛三昧能除一切烦恼，是用念佛的方法得到的三昧，都叫念佛三昧啊。那标准的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，功夫成片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，都是念佛三昧啊。理业心是念佛三昧的圆满，能除一切烦恼啊！啊，老和尚一生没烦恼，我们看到的能解脱生死，老和尚生死自在，多次见佛。阿弥陀佛嘱咐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给世间人做个好样子啊，学佛的好样子，求生净土的好样子，他通通做到了啊。啊，故须弥清净解脱三昧，有普等者，普者普遍，等者平等，悲华经谓之遍知三昧，遍就是普，知
这就是平等。啊，分脱离境为止，普至三昧。送礼的为之普遍菩萨三摩地，唐以为之平等三摩地门。你看这一段经文都不离清净平等就。就是经题上的一句话了，清净平等觉。我们怎么学？学佛要得受用，就有法喜。啊，那就是功德，身心自在，一句佛号绵绵不断，法喜充满，啊，那你就要学会，我对佛真诚恭敬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万物，跟对佛一样的真诚恭敬。你把真诚恭敬做到了，是你的日常生活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你没有烦恼，你很快乐，你很自在。啊，给一切人接触，人家会感觉你充满了智慧，你不生烦恼。海贤老和尚一生没发过脾气。这是我们要学的，无戒是善，是在生活当中啊，是在工作里头啊，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身口意三业，清净不染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平等三摩地。下面会述说若依诸事，但是菩萨所得三昧名也，景心大师说，普者就是普遍意思，平等呢就是其等，等呢也就是平等，所见普广，佛佛皆见，故所注定叫普等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你统统见到了，你怎么见到的？念阿弥陀佛见到的。因为阿弥陀佛的名号是真实大总持法门，念这一句名号，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名号都在其中，
佛号是果号，菩萨是因号。果上圆满，因上哪能不圆满呢？啊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不但诸佛都在其中，每一尊菩萨也在其中，一个没漏掉。这叫总持法门的。你不念弥陀，念谁啊？念其他的真叫挂一漏万。念阿弥陀佛，全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。啊，这个意思说得好，所见普广，佛佛皆见，故所住定名为菩提。啊，三摩地就是定，这个定的名叫菩提三昧。玄疑云，由此三昧力，普见诸佛世界，故言为普啊。平等现见，无所不见，故言为等。啊，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要选择，应该选择这个地方，选定之后一心向往，没有二念，这就决定得生。下面接着是，若欲玄则本愿正义，这是念佛三昧的德好啊。普等是念佛三昧，普为普遍，凡圣通入之意，凡夫圣人平等通入。等是平等，念一佛功德等同一切佛之意。菩萨念佛三昧经，譬如众生若依须弥金色之变，其身皆与彼山同色，所以然者山是离故。譬如注水，譬如大海，同其一味，所以然者以海列故。啊，这是给我们说明。前面一个比喻，菩萨念佛三昧经里的比喻，众生凡夫啊，他如果能站在须弥山的旁边，须弥山是金色的，哎，看他的身呢，跟山的颜色好像相同，为什么？山色啊，照住他啊，又有个比喻，比喻水，陆地上的水，江河，通通流入大海。流入大海之后，同其一味，
全变成纤维。啊，为什么？海的力量。下面这是佛法。若人得念佛三昧，一佛如是啊。这是普遍的意思。我们念佛，得念佛三昧，功夫成片，就是念佛三昧。刚刚得到，什么叫功夫成片？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你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杂念，这就叫功夫成片。我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一般人有这个功夫就会见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这功夫是感，阿弥陀佛是因。我们有感，阿弥陀佛就有因。啊，最普遍的，你在梦中见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梦呢，似梦非梦。啊，好像很逼真，但是它是个梦。阿弥陀佛现身给你看，会透信息给你，告诉你你还有多长寿命。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往生。你这个心呢，踏实了，定了。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，有你的名字了。你的信心、愿心非常坚定，不会再有丝毫动摇。何况功夫更深的，那就不必说了。啊，海贤老和尚见阿弥陀佛，想见就见了。为什么？人家得到利益心的，想见就见。极乐世界想见也就见，他见多少次？啊，他求往生，阿弥陀佛劝他，你修得真好，真不错，可以给念佛人做好榜样。啊，劝他在世间多住几年，啊，到时候佛会接他往生。到什么时候呢？到他看到一本书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生，见到这本书，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。他什么时候会看到的书，他自己不知道啊。他是念佛人，从来不看书的，也不听讲经的，就是念佛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啊，虽然不看书，不听经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啊，你问不到他。是法佛法全都通啊，这是明心见性了，他没有障碍了。啊，所以有这么一天，有几位居士上山就看他老人家，就带了这本书。啊，老和尚一看到，哎，这几个人带本书，口袋里有一本书，就问他，这什么书？人家告诉他，这个书叫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战僧》。他听到之后非常欢喜。啊，好像天天在盼望宝物，宝物真的来了。啊，穿袍大衣，恭恭敬敬，手上拿着这个书，叫人家给他照相。这个举动在老和尚是非常不平凡。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过一张照片。这一天突然要求别人给他照相，生平第一次。这一张照片照完之后，第三天老和尚就往生了。自在往生啊，《永思记》这个小册子里面写得很清楚，希望诸位多看，多看你会增长信心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晚年最后的这本书《进修皆要报恩谈》，我也希望大家多看，多看这部书，你会把对佛教所有的疑惑统统断掉。《永思集》深信，报恩谈断疑，断疑生信，我们的功夫才得力，往生极乐世界才有把握。啊，应付现前这个时代的灾变，你有能力，你有智慧啊。啊，你能平平安安度过，啊，加上我们这个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，这三宝啊，我们净宗学会的三宝，啊，真的足够了。啊，所有问题不要去问别人，别人不知道啊。幸运不切，往生没把握，要身心切愿。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第十八愿说得好啊，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决定不是假话。
州宪宗的父亲，上个月往生的，人是好人，善人，没有学佛，儿子学佛，儿子学佛，把学佛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，他就在临终断气两个小时之前，就是那么一点时间啊，谢宗就劝他爸爸，跟他爸爸讲，极乐世界真有啊，你能不能相信啊？那平常他都摇头啊，哎，这个时候他点头，我谢宗很高兴，告诉他真有阿弥陀佛，他点头啊，他说我念佛你跟我一起念，念了两个小时，真往生了，瑞相稀有啊，往生之后面目如生了，全身柔软，比活的时候还柔软啊，当时看到的大概上千人了，没有不感动的。他来做榜样给大家看，临终最后两个小时还来得及，给我们增长好大的信心。下面说，若人得念佛三昧，一佛如是。得念佛三昧，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得佛加持，同时你必定得到护法龙天的加持。这是普遍意，文殊般若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，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，业余无量诸佛功德无二，文殊般若经，文殊七尊佛的老师啊，他的学生当中有七个成佛了，他还会说错吗？他说的话我们要相信啊，念一佛功德，这个一佛就是指阿弥陀佛，无量无边的啊，跟念无量无边诸佛的功德不二了。真的是千经万论都劝我们念佛，我们很可怜的，就是不老实，不听话，不肯正干。赞《阿弥陀佛偈》里面说，我以一心赞一佛，一心是真心，这一佛就是阿弥陀佛，
这是他的修行，一心赞一佛就是念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是赞阿弥陀佛，啊，愿遍十方无碍忍呐，这是平等意。这一声佛号遍满十方世界，随着你愿力大小，随着你愿力浅深，果得不一样。会所说以清净三昧解脱三昧，普等三昧，唯念佛三昧。下面说该念佛三昧为宝王三昧，居士一切三昧功德了，自当同居种种三昧之名也。三昧就是三摩地，翻成中文意思真定真受啊，正说明它不偏不斜，受是相受，啊，这个名词详细解释在前面第二品。这些话说的这么多，目的只是一个，无非是帮助我们要真心，要真发愿，一定要知道佛经上所说的是真的。世间所有一切法是假的，人间是假的，天上也是假的，六道轮回是假的，十法界也是假的，娑婆世界如是，他方诸佛刹土也如是，没有例外的。这意思为了什么？意味着彻底放下，这就对了。这个我们这一生的问题真正解决，我们自己真解决了，才能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的方法就是身行言教，自己的真感啊，像老海鲜老和尚一辈子真感，
我们有时候还懈怠懒散，比不上老和尚。啊，这就是他能证得究竟圆满，我为什么不能证得？要想跟他一样，要奋发勇猛精进，啊，如果不彻底放下，没有放下东西，它会产生障碍作用。也就是说，海贤老和尚彻底放下，他没有牵挂，他没有忧虑，他一无所有，啊，只有几件穿换洗衣服。啊，他一生没有离开农耕，农具不少，在哪个地方耕种，农具就放在那个寺庙里，他不带走。所以，凡是他住过的寺庙，都有不少他用过的农具。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。啊，他怎样断卧修善积功累德，完全用自己的老祖耕田，土地是没有主的，叫开荒。他把它开辟，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，啊，尽他的能量，种得多，总计100多亩，啊，寺庙里诸种不多。受用有限，他没有把它拿去变卖赚钱，没有啊，收成之后去供养贫穷的人家，养活人也成千上万的。92年当中啊，啊，布施，财布施，内财布施，外财布施，内财是劳力，勤奋工作，外财是收成，啊，农作物的收成，布施供养。贫穷，没有吃没有穿的人家，他照顾。
啊，别人供养钱给他，他收集起来全做印经啊，做光碟，做这些东西跟信徒结缘，弘法利生，不遗余力啊，喜欢放生，在你们是镜头，你们都看到啊。啊，我们无论在哪一个行业，尽心尽力尽分，把我们的行业做好，在这个社会里头跟大家一起合作，这样就能够造成太平盛世。让这个社会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啊，中国人古时候一句很不好听的话，不务正业，对吧？意思很深，人人都能够务正业，正业是四农工商这四大类啊，这都是正业啊，正业要道德，要伦理道德做基础。中国古时候世家大家庭，传世几代啊，从小就要把小孩教好啊，小孩教好什么？非法的事情他不会做，他不会去争名夺利，他不会去害别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大公无私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中国的教育是圣贤君子的教育啊，没有读过书他也受过教育，中国人把教育下一代摆在第一位啊，世世代代有圣贤君子出现，这个社会国家哪能不好啊，所以社会安定，人民和睦相处，这是真正幸福。尽本分太重要了。那么出家人本分是什么？你去看看释迦牟尼佛就完全明白了。出家人，人家喊你法师啊，在名副其实啊！他自称弟子啊，
你教他什么？出家人的本分是教学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做出的事榜样，一生教学，没有一天中断的。学生来自四面八方，啊，他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信仰。你肯跟他学，他就肯教你。这个我们在经典上都看到啊。不但出家必须教学，在家也不例外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维摩居士做代表啊，啊，居士讲经教学。出家人去听讲，对维摩居士要行弟子礼。为什么？佛法是师道，师道我们一般讲老师第一大，不是出家第一大，老师第一大。维摩居士讲经，佛常常派遣弟子，舍利弗、目犍连、大迦叶，这一些大弟子到维摩居士那里去听经啊，他们见到居士、老居士都要顶礼三拜，右绕三匝，礼节跟见阿弥陀佛没啊，见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。这是为什么？出家人来表演做榜样，尊师重道。他虽然是居士，他在讲台上，在讲台上代佛讲经教学啊，对他要行师生之礼，不能疏忽。这些现在都淡薄了，啊，学经教的人不能说不懂这规矩，虽然懂这规矩，自己不肯做。啊，居士讲经的最好不听。其实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居士讲经你去听，啊，你也能这样恭敬，
做影响众啊。啊，这个句子讲得不错，讲得真好。正知正见，现在讲经的人少，我们要遇到了，我们去听经，我们去给这个居士顶礼，让其他这些居士对这个老师信心增长啊！这是好事情啊！啊，不能批评，纵然讲错了，也不可以批评。啊，批评建议必须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可以讲。他也能接受，帮助他改正，这是爱护他。啊，这要看人有没有雅量啊，有人没有这个度量。你一批评他就不高兴，那怎么样呢？那只有恭维，别讲了啊，决定不能回报。为什么？讲经的人太少，讲得不好，只要他肯讲，他能够不间断天天讲，他会有进步啊，我们都要知道，我们是这个路上走过来，很清楚。那经文后面这个五段，都是他方世界菩萨闻名，并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。文明就能得到佛力加持，何况真心发愿啊？那阿弥陀佛确实还要派护法神来保佑你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。相比没有差错，佛对众生的爱护超过父母真爱护，亲近平等心爱护。只要我们真正发现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啊，就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。每天能读诵经典比什么都好啊，经典念一遍啊，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遍，一个半小时够了。这个下面我们重念一遍，这一句很重要。念佛三昧为报王三昧，居士一切三昧功德，这一切是无量无边，
啊，经大乘经常讲八万四千啊，自当同具种种三昧之名。这就是常说的佛号不可思议。三昧就是三摩地，翻成真定真受。宗持就是陀罗尼啊，梵语称陀罗尼，翻成中国意思叫宗持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啊，在整个佛法里面讲，真正宗持就是一句佛号，因为一句佛号包含一切法，包含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，它真是陀罗尼。啊，深妙总持啊，故云深总持啊，这个总持不是浅，深。十方菩萨因闻名故得诸三昧，于身总持安住定中得成真觉。这就说得很明白了啊，十方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虽然没有发心专修这个法门求往生净土，他自己修学这个法门修得很久，已经成习惯了，需不需要改？不需要。一心归命阿弥陀佛，就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那所得的功德利益，就是幕后这五愿所说的。让我们体会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让我们明了之后真正明白了，你喜欢这个名号，你爱好这个名号，你会把这个名号当作宝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念念不间断呐。海贤老和尚是念念不间断啊，来佛寺的几位大德，海清老和尚，贤公的母亲，他是在家居士，晚年儿女都不在了，海贤老和尚把他请到寺庙里头供养照顾，他在寺庙住了27年，82岁86岁往生，往生也是潇洒自在啊，真不简单的，欲知是知。啊，与他们同时，南阳还有一个老德和尚，也是个修苦行，
那也是不是凡人。啊，你看他的行持是一个为我们实现表法修忍辱波罗蜜，我们的忍辱功夫要跟他去比比。啊，他往生了两年之后，当地人有人在武汉看到他，啊，真的是他，啊，叫他老德，他回头看看，哎，老乡碰到了，那问他怎么来的，来干什么？来化缘呢？要不要一道回去？他说：“你们先走，我过几天再回去。”人家回到家乡去说这桩事情，老和尚走了两年了，坟墓上草很深了，怎么回事？那真的是他，不是一个人看错啊，好几个人遇到的，哪里会看错呢？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我们的名号要认识透彻，要认识清楚。名号太不可思议了，名号是宇宙之间第一真实法。啊，它真管用，让我们永远脱离生死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正德，究竟大圆满。我们遇到，如果轻易疏忽了，那真可惜。啊，要牢牢抓住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